不嬲話大小姐係好識高品嘅，係。係，繼續啊。係，冇啦，講完啦，飲曬。講完即刻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知道兩位會嚟一個合唱，因為其實之前你哋都合唱過啦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開恩拳王。係啊，我哋開恩拳王咁，但係咧，拳王即係個故事入面都有幾條線嘅。我同佢嗰條線咧，其實就唔係一齊拍好多場口嘅。咁但係都有一場好緊要嘅戲，我哋啱啱完成咗啦，就好緊要嗰場戲《八板子》，即係拍咗好耐。咁係我哋準備咗好多日，然後咧導演一見到我哋就哇，做咩你兩個？未見過你兩個咁緊張喎。咁嗰場戲嚟講本身我想用我主持嘅一個節目去害佢，但係我竟然俾佢感動到，我想幫翻。所以那個轉變是很大，一定要讓他很感動到我才行。很有趣的就是在拍攝的過程，拍完一些東西之後剔他的大頭，我就給我的對白他，然後到拍我的大頭就他給對白我，他越給越古怪，越給越古怪，他有一種情緒在那裡。我說其實你做什麼啊，他說我覺得自己給得不好你啊，他很自責。我覺得這個對手真的好好，我想俾最好嘅嘢，我就算唔係剔佢嘅時候，佢都為我做得好好，好想做好咯，好感動啊！呢個故事令到我好感動啊，其實係啊，唔好再讚我啦嘛，唔係讚啊，你俾得唔好係彈嘅，其實 okay, 就係你自責，我先至讚少少啫。即係你一兜咁大圈嚟踩我兩嘢啊！係，梗係踩咗先啦，踩咗先讚。Okay, okay.